习近平问独角兽企业下降的主因是什么？是您啊，主席。5月23号，习近平主持了一个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在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就创新和投资的议题发言。代表发言完了以后，习近平就追问说，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主因是什么？中国数字平台整理了网友的评论。齐俊杰说，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四个原因。首先，互联网变天了。其次，教培的打击。第三，股市进入漫长的熊市。第四，这几年先有疫情后有通缩。张水溪说，没韭菜了，割不了了。还有一个叫干就干完，干就完了，说主要是被一张纸吓怕了，没有人敢再投资了和做大了，做大了就等着被国有呗。刘神托底说，下降的主因是线下所有的允许民营从事的行业都已经被线上哗啦了一遍，再哗啦就和体系内抢饭吃了。 BCPP 说，一张 A4 纸就能让网易腾讯当天大跌两成，啥原因？难道心里没点逼数吗？郑元清本说，可以改改独角兽的定义，用的话尾啊，这个网友说，就是您那主席。另外一个网友说，说根本原因就是圣上。天南说，谁提出问题就由谁解决。 No Dander 说，还问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Paul 说，不是主席您给各行各业都指明了方向吗？ Eric 说，主因就是您和您的祖国一刻都没有分离。 Elias 说，这十年光给民营企业吃的定心丸估计得有100多颗了吧，这玩意儿磨成粉猪够吃一天的。 Kerr China 说，什么当代贼喊捉贼。 Zack 说，这个问题显得中南海没通网。 Ducky 说，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Trader 梁说，看来他真的不知道原因，处于信息茧房中。 Mike6849 说，专家默默地掏出了一面镜子递给了习近平。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独角兽排行榜，当时全球独角兽的企业有326家，美国有156家排第一，中国有94家排第二。中国占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是 28.8%， 在前10个独角兽企业当中，美国占7个，中国有2个，一个是字节跳动，但是中国的字节跳动是最大的独角兽企业，估值当时是750亿美元。另外一个上榜的是滴滴，那么另外还有一家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 Crab Taxi 也是进了个前10。不，老实说，中国这几年没出几家像样的独角兽。如果你要说独角兽，你就要说中国的投行。如果你要说投行，习近平亲手毁掉了投资行业，也就毁掉了独角兽成长的环境。独角兽吃什么长大？独角兽是吃钱长大。那习近平是怎么毁掉的呢？当然是灭霸响指开始啊！灭霸响指，我们之前讲，习近平先干什么？先打击互联网。习近平打击互联网科技企业，先上来是什么？上来就是对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反垄断打一遍，然后再延伸，延伸打击，延伸打击什么？互联网金融。第一波是平台经济，理由是反垄断。第二波互联网金融资本扩张，然后针对互联网企业不断的搞匀，最终把中国一片大好的互联网科技产业打得个灰头土脸，没有了生气。好，搞定了互联网，下一个就是教培行业。教培行业这个行业呢，习近平的理由就是占领教育阵地，所以习近平把教培行业呢是整个行业团灭，这件事情肯定要载入史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纳粹，哪怕是苏联都没有这么干过，就直接把一个1300万到1600万就业人口的行业直接灭掉，直接让这些企业改成非盈利组织。这个纳粹不一样，纳粹你把这个犹太人抓去集中营，企业还在。习近平不是，习近平直接把这个企业变成非盈利组织，亘古未见。教培行业有多少个独角兽啊？教培行业很多个独角兽灭掉，然后就是投资领域了。投资领域习近平干了个什么事情呢？蚂蚁集团上市，康昌叫停，这是起点，就开始收拾投资行业。他其实习近平最重要对投资行业的灭顶之灾是在哪里？他不让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滴滴去了也让他退市回来。习近平为什么不让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怕你把钱拿跑了，这还是要关门打狗。中国还要，中国政府还要求已经在海外上市的这些公司老板写保证书，不能轻易卖股票，卖了股票钱也得拿回中国来。这习近平干的事情，他这么瞎搞，谁去投资中国的初创企业？
吉利汽车有一个电动车的品牌叫极客，极客是5月10号在美国上市。中国企业后来就报道说，极客成为中国 IPO 最快成功的电动车企业。这你听说过没听说过，但是别人后来居上。为什么吉利可以做到呢？当然是吉利就是习近平的关系户，中共就是这样啊，严厉的手段对付都是别人，都是屁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一头，美国开始严格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那么对中国企业要进行原底稿的审计，跟中国的会计法是冲突的。中国的会计法规定，所有的企业你的会计凭证不可以给外国监管机构看。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国家机密，涉及国家机密啊。但是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不让外国的监管机构，其实最怕看的是国企，国企的真实的账本，它里头全是假账，国企在海外骗钱骗这么多年的钱。为什么外国公司问责法美国一落实，所有的国企都从美国退市，就是怕别人看他的账本，中共的家底就露底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往中间一挤，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已经不大可能。投资是什么？投资是个闭环，这边是先是天使，然后是风投， A 轮 B 轮 C 轮 EFG 都可以，最后上市，上市风投这个投资机构套现，套现再去投啊，我这套现啊赚了100倍，然后我再拿其中一部分再去风投，再去天使，这就是个闭环。你现在你把套现的路径封死，那你们再进行投资呢，我就不会再有资金进入流到初创企业，你等于就是把这个闭环给破掉了，它就无法再循环。你无法循环呢，那谁还投资？几件事情加在一起，所以现在外资都撤了。在国内现在投资行业，从什么天使到 A 轮一路下来，从股权投资到其他的投资，全部都是中国政府，老板全是中国政府，就自己关起门来玩了。那以前呢，投行流行什么？投行流行是打桥牌，老外洋派。现在流行什么？流行掼蛋，是土鳖啊，玩掼蛋了。那么最近习近平又换掉了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啊，让吴清回朝。吴清是个酷吏，吴清啥都不会，就是会抓人，那基本上要把这个股市干翻，把这个券商，把这个投资机构干翻。还是我以前讲的那个游戏，这个故事就是蛇跟乌龟的故事。他为什么要咬他？他本性就是这样，红卫兵就是这样，他不能让大家停下来消停，就是不断的搞运动，搞得大家跪地求饶，哎，心满意足，过瘾了。所以你在这个环境之下，你不要说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的问题，也不说中国企业家心惊肉跳逃跑的问题，也不说中美科技、中美资本、中美之间的教育人文脱钩的问题，这都没了，独角兽怎么出得来？